湛蓝大海搭配白色浪花，相当壮观。还有牛仔布搭配纸张的缠绕画，它们都是布料再制的艺术品。林费时装品牌与艺术家合作，共谱出有序艺术之美。把布跟纸张放在一起，所以你在这个纸张上面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的压纹是牛仔布的拓印所拓出来的，然后它的上面也有很多手绘的车缝线，然后跟网布的喷画。 结合了完全零废的概念，还有我们姚瑞忠艺术家的画作。那同时，我们邀请了这个刘文轩艺术家，他其实是一种用很二手回收的这种水墨画的风格，结合了他的创作，来呈现了这整个作品。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很公开透明的制程。不止作品走永续风，展场也很环保，像是展台使用90%的回收纸废纸砖搭建。 另外，高高挂起的布幕原料来自回收宝特瓶纤维，资源再利用最大化。那我们在整个展览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把这些布料再还给厂商，让他们再重新的制作，然后运用变成下一批的布料。希望我们的展场空间所使用到的每一材等等的，也都可以符合永续零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展览跳脱资源浪费的刻板印象，每个细节都能看到永续理念，希望大家在时装消费更理性。大爱新闻周梦荣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